为什么会跟大根在一起啊？今天我是来宣传的。你要宣传？我这边刚好拍了一本写真集啊，叫《与你》啊，所以叫跟 U 啦，你是变性是不是？你的意思？因为出来，我的写真书已经在8月3号，然后各大通路已经上市了，然后现在已经2刷喽。2刷了，你看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欢迎大家去博客来金石堂成品某某，还有乐天书城购买。这个一姐大家在这个防疫期间的寂寞心情。对，大家就是猛虎出闸，赶快冲去预购。对对对对，哎呀，我们可以翻吗？还是说那是样本的哈？ 是要送给两位主持人，是是是，谢谢谢谢。Yuri，Yuri不得了，是乐天里面人气王，是在南岛，就在台湾的小南发拍的，哦，就是台南。哎呀，这个写真集不错啊，与你在，大家都支持啊。哎，最强的神队友，对，好，好，你们俩为什么最强神队友？也没有，我们之前就一起上过节目，然后就最强神队友应该是他吧，他答题很厉害，我以为是你。 啊，是跟你是个误会，没有了，在一起都很强了。第三组呢，不得了了，林凡，哇，谢谢，谢谢，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新专辑，是，隔7年才在发行的，7年呢，再见，但是呢是很开心再次见到大家。我们上次在别的歌唱节目见面也差不多这个时间了吧？哦，好久以前了，很久以前了。但我最近蛮常看到凡姐，因为我刚好就是。 很幸运，我的IG好友就是小鹿啊、大根啊、海产啊，然后这大天啊，他们都会开直播，就是跳通知。我本来是不看的，就点进去看，哎，竟然有林凡在里面。哎呦，为了听他唱歌，我就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，而且他们。 其实我跟小鹿之前是电台的同事，我们都是DJ，那时候就认得了。然后呢，后来就好玩去上他们的直播节目，然后呢，结果他们竟然还。 帮我很精心的制作了一首广告，这个我们就是要谢谢樊姐啊，因为她是我们的干妈啊，就是唯一目前干姐，目前唯一有在我们节目下 Q 的少数的这个来宾之一，对，然后我们就特制了一个广告给她，为了这个说再见的这张专辑，所以你们集合在一起唱歌就对了，对对，我们唱歌，我的主打歌他们都会唱了，是，大家多多支持一下，不过现在疫情慢慢解封了，大家还是要努力了啊，林凡的新歌了哈，再见，说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 不是说再见，是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谢谢。欢迎三组来宾进行关键字资格赛。总共有3题，1题20万，最后的最高分的可以再获得5万块的奖金。哦，今天请到的是谁呢？请到的是什么？叫麦哥，欢迎。欢迎，欢迎俊哥。好，对，第一题的关键字，请出。防水彩妆组。来，你吓住了，大哥。大哥。 你对这个，你也走漏了，5万块，5万，5万块，下5万，题目还没出来啊，第二组经验感受，你一定也很懂这个，而且剪彩是时装节目的5万，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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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，第一题就下10万了，哇，好的，大手笔，小手笔，我们决定5万，5万，10万，5万，不过说真的，只有3题了啊，只有3题哦，所以可以超过，对，防水彩妆组，老师请出题。 来，最近疫情期间呢，我相信很多女孩子省下非常多的时间啊，因为不用化妆嘛，戴口罩出门嘛，你走到哪都会戴口罩。但是有两个还是不能忽略的，是第一个就是眉毛，因为你眉毛一定会露出来嘛，然后你没有眉毛，看起来就很没有精神。对，然后再来，现在疫情我们渐渐缓解了，现在很多餐厅都开放内用了嘛。 你吃东西一定会把口罩拿下来，所以你的口红也要吧。我今天介绍的来第一个非常火红，现在非常流行什么野生眉，野生眉，什么叫野生眉？不是啦，野生眉啦，野生眉就是那个我有，有没有？我们的会有毛流啊，我们的眉毛画起来就是会有一根一根的，欧美的那种，根根分明的感觉。来，这个哈，它很特别哦，这个眉笔，来这样导播不知道照不照得到我这样子。 有没有看到？它上面有4根，哎呦，哦，差分叉，有分叉的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来，它画出来哈，来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画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哦，来，这个很流行哎，来，现在有没有看到？很像欧美杂志上，就会有一丝一丝的，就像真的毛发一样，嗯，有，好，这样子，看你要怎么画啦，看你要怎么画，你就会根根分明，会看到。
就像跟真的看起来真的眉毛一样，虚虚的那种。好，我们看到阿兰这个眉毛哈，因为现在我们出门有可能夏天到了会流汗嘛，对对。出去玩有可能会遇到午后雷阵雨，对，那我们防水就很重要了。因为要来，如果碰到水就掉了，那你就白化了、啊。对，来，对，就可能有可能眉毛掉了，就像蟾蜍一样很难看，嗯，又很像青蛙。来，我们现在哦，来，它现在干了，我们尝试一下，这是纸巾嘛？纸巾，我们直接这样子沾，它是不会印上去的。哇塞，哎，真的耶，不会印上去，代表它干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看卫生纸，我们要看卫生纸，有卫生纸。第一个，它干的速度很快，嗯，它干了之后你就擦不掉了，哎呦，包括碰到水，它一样也是不会掉，也是防水的，就对了。哇，这运动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下雨晕开，眉毛就不见了，对，不用担心它会晕开。而且它是很刻意的，你不会真的遇到这么多水，对啦，不会有那么多水，你流汗也没有流那么多嘛。万一不幸被豪雨淋到也不会掉，哎呀，好，你像我现在碰到水喽，我再去擦它，它一样还是不会掉，真的，它一样还是不会掉。好棒哦！来，我们有了眉毛之后，是我刚刚有讲了，我们现在口罩拿下来，还是要一点点唇色，气色会比较好嘛。来，我们今天哦，已经请我们的 model 先把口红涂上了，就在他的嘴唇上面。哎呦，好好看哦，哦，不用这样子，不用这样子，我们特写只有嘴唇哦，那个 pose 全部都没有。性感，性感。他擦上去之后来，他要挑战不会脱妆。包括我们女孩子有可能出去外面可能 喝口水啊，对，你有可能口红就会沾在杯子上面。哦，来，我们尝试一下。对，来，这个是一个白色的杯子，为了让大家。这不是刚刚接那个水的碗？对对对对对，接那个水。你没有别的。我试看看，试看看。女生尤其喝红酒，上面会粘很多口红。来，我们直接看了哈。哦。没有，外面绝对都看不到。你可以不要用咬的吗？你用咬的，因为我有牙。来来来，你沾一下，你沾一下，沾一下就好了。这么直接沾一下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不会有看到口红印。真的耶，不会看到口红印。嗯，好，来我们现在的测试一下，因为我们口罩拿下来，吃完东西之后就会戴上嘛，就会怕我们的妆容直接沾染在那个口罩上面。对。那我现在我的手上就已经画上了不一样颜色的口红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不，这比陈默做记哦。我想说你怎么？这是口红啊，我把它涂在上面哦，因为我。这你昨天晚上去哪里玩呢？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太粗了。我们这是口罩嘛，来，我直接把它拿起来哈，来，我们来测试看看它会不会粘在这个口罩上面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哦，我在上面摇。哎，干净的。怎么那么干净？它也不会脱落哦。来，我们再做一下防水的测试。我一样。喷水哦，喷水了呢，喷水哦，然后我再用纸巾下去擦，看它会不会掉哦。这个就终极考验哦，看它会不会掉，没有掉，喷水还不会掉，因为它只要干掉了之后，基本上啦，基本上除非你用卸妆棉、卸妆油，不然它就不会再掉了。是哦，好，来，我们今天估的是一个组合，它哦，这个有十一种颜色，然后这个眉笔有四种颜色，我们估各一个。请估价，颜色很多，那我们各一支嘛，对，各一支，眉笔加。虽然十一种颜色，但只估一条。那讲分别是多少钱？不用不用，给我一个 total 组合，组合价。来，计时开始。我觉得眉笔可能389，然后你可以分别估一下多少，但是我们最后就是看总价。好，对，各一支。一个是画眉毛，一个是画嘴唇的。完蛋，我们两个都是眉毛很粗，不太会画眉毛的人。是，但是已经下了10万了。谢广哥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立牌，把牌立起来。真的吗？价钱要立起来。哎，第二组那么慢。哎 ，sorry。好的。650块是大根的，对，900块是最强的神队友，1100块是零。七百吗？对，700，六百多50块嘛，1150。对，就加在一起啊，嗯。啊，林凡，你好，确定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唇膏我大概有一点印象，嗯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两支都是大概500-600左右，所以加起来1100，嗯。啊，纪言凯，你们想半天。我们唇膏曾经有。问我就对，因为那个唇膏我有，哎呦，开玩笑啦，我买过那个唇膏，那个真的很好用，神队友，十一种你都有买，我买了两个颜色，多少钱一根？它就是擦起来有那种香香的味道，然后我记得它开价是应该是400块左右，但是眉毛因为我眉毛很粗，所以我没有用过那个
眉笔，所以还在思考。所以眉毛是我们大概加的，对，加起来我觉得应该差不多700块左右。开价是不会太贵，他知道唇膏多少钱，但是眉毛我他家眉毛我就不知道，觉得眉毛可能389、399。之类的，然后唇膏可能289、299之类的，有那么便宜吗？一个中间值吗？就300、400这样。我们跟你们其实也才差50块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吧。但我们下注差很多。哎，但是有可能会打折啊。好，请公布正确底价。防水彩妆组正确的答案是330块。有赢哎！我打折吧，主要就是290吗？不可能。大哥，你们获胜哎！可是那个刚刚陈毅，你不是说一个400吗？400块，你是买到哪一个 ？Hello， 妹妹，我记得400块。你是不是买一整组？因为我们现在问的是一只，还是你2只400块？还是你11只400？这么便宜哦？怎么可能？那我可以买吗？是加这么多，你买了吧？他单纯被骗的。我可以换队友吗？我可以换队友。他可能想到是2只400都还蛮合理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唇膏400块，我也差不多。我是没想到这个眉笔这么便宜。对，这支眉笔才81块，哇，这个很贵，唇膏是249，哦，这么便宜，你买贵了，所以我说我被骗了。林凡可能第一次上节目，这种我们估的东西既便宜又好用，对，所以我刚刚看你的价钱可能太高。林凡好像很多预算都偏高，你那个直播是帮手，因为我觉得也要调一下。他给我们还不错，恭喜你们哈，获得20万奖金，获得5万块，这边25万，这20变扣10万就是10万，这边变15万，对不对？所以总共330块，是没错。好，接下来请出示第二题的关键字。放松鞋垫，来25万先下注。大哥，趁胜追击，好。十万吗？十万，这题有本钱的啦，因为他现在领先，胆子大了。对，那再来是我们凡姐跟小鹿，保守一点。现在还有15万哦，好，7万，七万，放松鞋垫7万，第三组，我们最低是几万？一就最低1万啊。你还有一题啊？啊，你这是第二题啊？三万，3万块，哇，第一题下10万，就那边胆子大，10万，7万，3万。放松鞋垫，来，我们请叫麦哥，请出你。来，我们现在已经疫情已经微解封了，所以现在哈，很多人开始都会往户外跑，你就可能去外面爬山啊，去运动啊。所以有一双好的鞋，也要有一双好的鞋垫。嗯，好，出去外面你又怕遇到午后雷阵雨，可能鞋子湿了，你可能又会有脚臭。嗯，你可能长期久站，又可能脚会酸啊，足底筋膜炎。我今天要介绍一个很厉害的，让你越走越有精神，越站脚越有力的太空鞋垫，来自韩国的，它是韩国的鞋垫。来，听好了，我先把它拿起来。拿起来之后，来，我们请瓜哥闻看看。啊，它有一个天然草本的味道。天然草本的味道，哎，真的好像草药的味道。它有一个草药的味道，它的草药是要干嘛？让你比较流汗的时候脚比较不会臭，让你的脚第一个它可以除臭的功能，让你的脚比较不容易发臭。来，第二个来，听好了哈，它这个有足弓有保护，哦，足弓有保护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这边有软垫，让你久站的时候你的脚也不会怎样，你的脚不会不舒服，因为我们有可能站久了，我们身体的压力都在脚掌上面。对，它如何达到完全舒压？我们现在来做个测试哦。好，这边有一颗鸡蛋，是，这边有一颗鸡蛋，来，我们直接把它放在上面，来，我们来做一个舒压的测试哦。来，鸡蛋放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直接就把鸡蛋往里面丢，而且今天故意挑这个哦，小颗一点点，让它下去的速度会更快。来，1、2、3。哎呦，弹起来耶！但是不会破的，有缓冲哎，好缓震的感觉。而且它会弹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对。那有人会质疑说这一颗蛋是真的假的？我们把它敲破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它是一颗真的蛋。真的吗？来，除了可以舒压之外，它的表布还跟人家不一样。是。这是一般的鞋垫嘛？哦，一般的鞋垫可能它第一个没有支撑力，然后又可能会臭。重点来了，来。这里面它用的是石墨烯的材质下去做的，石墨烯是现在非常火红的一个材质，它是一个导流速度很快的一个材质，比一般的金属还要好，而且它会产生远红外线。来，这是一个灯泡，对，自带电的灯泡。来看哦，这是一般的布，我们放在上面它不会亮嘛，它需要导电才会亮。来，我们拿这一个起来看看哦，来，石墨烯把它放上去哦，
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为什么？好神奇哦！因为石墨烯它本来就会导电。石墨烯本身会产生远红外线，所以这个鞋垫可以当综艺节目处罚的道具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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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买回去家里电费还不要误会哦，它不会发电哦。如果它会发电的话，这一个做这一个人得诺贝尔奖了。对啊，它只是它会导电，导电它会导电，因为灯泡本身自带电，所以家里一停电赶快。赶快拿来放在鞋垫。但是你前提是你的灯泡要自带电。你的灯是要自带电，因为它里面本身就有电，它本身就有电。对。重点来了，它支撑力好之外，它还会让你更平衡。哎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平衡的实验哦。来，那个，哦，我们请新美把这一支管子放在背后。来，我们可能哦这一面好了，这一面好。来，仔细看哦，我只要施一点点力，你抓好哦。我只要施一点力，它就会往后倒。哎。它就会往后倒。来，我们现在请新美把鞋子脱下来。站在上面，我们再来做一次。站在上面，我会不会发亮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你不会发亮。心里开始发亮，那就是萤虫，哎，萤火虫，萤火虫，萤火虫。好，我们一样哦，来，请心美站在上面，然后一样哦，一样做一样的测试哦，来看哦，一二三，我会往，很稳哎，我真的有用力哦，它的平衡感就会变好，因为它的循环变好了，因为它有远红外线。这真的也真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真的是真的，不是，而且真的尤里，你去试试看。不是，而且很妙，我刚刚是有穿鞋子，照理上来讲有穿鞋子跟我现在这很对，你很晚。让开让开，光跟他示范，不是尤里示范。你要比对先正常的，你要离屁股近一点哦，离屁股近一点，离屁股近。对，他跟叫麦哥相反，不要离屁股他的吗？小心哦，要小心哦，好。欸、真的，我用它，我是真的用力哦，就倒了。对，哎呦，好，不要演了，好来，表演，好来上，请。其实你可以放松的往后倒了，然后被电到。我可以放松往后倒。可以放松。嘿嘿嘿。帮各位撑住你。有比较稳，真的有比较稳，他比较稳。对啊。他真的比较稳，而且你要变很用力，他才会用力。我是两次直接用力。真的是，这个有比较稳，有差有差。好，谢谢谢谢，你有感受的吗？这么好用的东西，来，这个太空鞋垫它总共有两种尺寸，然后听好了，这个尺寸啊，因为每一个人的鞋，我们脚大小不一样嘛，它后面这边可以自己裁剪，有几公分的，按照你自己的鞋型啊，或者是你的脚的大小自己去裁剪。来，我们今天估了，这个是来自韩国的5D太空鞋垫，请估价。来，请估价，又防臭又可以平衡，进口的，对，这么多功能，一次估一双，一双石墨烯不贵，石墨烯应该蛮贵的。来，请立牌。林凡开始学乖了，他已经学乖了，他的价码还是在最高的。真的吗？里面有199、129、你299最高的，为什么写了299呢？林凡跟小鹿，其实我们原本在考虑说就是199，我一开始说99，但凡姐觉得太低，我觉得99又因为从韩国来 Korea 这样子，应该是可能会稍微加那么一点点价。而且还石墨烯，对，而且它好多好多的功能呢、啊，我觉得，就再给它多100的空间这样。哎，鞋129，我们觉得不可能，鞋垫这种消耗品，一般人如果你到500-600的话，那大家不如去买双便宜的帆布鞋。没有人写500-600，就299。对对对，我说如果很贵的话，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100多这种，99太便宜，129对啊。199，一双的话，它本来要拆250，所以我们折中拆199。而且我们是很常用鞋垫的，因为我们跳舞很常需要垫鞋垫，比较舒服。然后我们一般买的鞋垫差不多就是199，然后250，然后都还没有这么稳，所以我觉得它不可能卖这么便宜。199、129跟299，谁最接近呢？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的答案是399。70000块奖金，22万，第二组30000块没收变70000，第三组没收100000变150000。哇，顺序你们现在第一名哎，对，我们比较稳有。哦，还有一题就是了啊。第三题，请出示关键字。哎，是料理好帮手。哎，这个攸关料理的东西啦。林凡、小鹿奖金最高，先下注要下多少呢？这题？不能全下，更没把握。其实可以啊，但是他领先，他不用全下、啊。7万，7万块，第一组零盘，第二组大哥，你们下多少？15万，5万，好，5万块，5万块吗？7万的5万，5万，
我们要力挽狂澜，力挽狂澜，嗯，力挽狂澜，要不要全下？哇，他跟我拼吗？十万，爸爸就是有魄力，我们5万好不好？对啊，你其实下超过3万，你现在下4万以上就可以，因为5万，直接5万吗？5万，下5万还留2万还可以玩的啊。对啊，料理好帮手为最后一题，来叫麦哥请。来，这段疫情期间，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面哦，培养了一手的好厨艺啊。是是是。来，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哦，这个东西很厉害，它是一个锅具组，就是厨具组，它在韩剧里面女主角在用的啊，防疫的一个不粘锅，再加上一个让妈妈吼手不会残的一个双面的锅铲。来，我现在直接就来讲了。是，现在这个锅子正在煮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煮粥，哎，好香。它在煮粥。那我们煮这种有哦淀粉类的东西哦，最怕会怎样？掉电啊。黏住，一直煮也撸来撸棍，然后一直起泡，然后就会扑锅嘛，它就会溢出来，溢出来锅具弄哦，我们的炉具弄脏了还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怕它火如果熄了，瓦斯就很危险。我现在把它打开，让它这边一直滚，我让它滚大一点点好了。它现在持续在滚，那我们来介绍这一组锅子，介绍完，瓦斯烧完了，它还是不会跑出来。哦，这是一个防疫锅。来，这个锅子一体成型的，任何炉具都能用，不管卡式炉、瓦斯炉、IH 炉、电磁炉、电陶炉，全部都能用。来，一体成型的这个锅子很厉害哦，有多厉害？来，我们现在开火。我们哦，我相信市面上有很多不粘锅啦。嗯。来啊，真正做到不粘的，一般都是用涂层，它是本来就是物理不粘。来，我们现在开火之后，我来先煎个蛋好了。等一下我们就直接蛋就让它下去了。好。有火来，来，我现在把它倒下去。蛋液把它倒下去之后，然后我们把它绕一下。要戴手套、哦。你戴着啊。不然习惯洗手就放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这样子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把蛋液稍微绕一下。平均一下。好像在做那个欧姆蛋。好，把它放着哦。薄薄的。来，我把它放着。一般正常，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下油嘛。那这边桌上也没有沙拉油。来，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它是不是会粘。一定会粘在锅上面。不北干。来，它现在已经在上面哦，来开始干了哦。这个蛋看有多漂亮。我们用蛋饼，蛋饼。完了。哇塞！怎么蛋卷呢？蛋饼。好，里面证明了里面是没有油的嘛。对。我们再把好，你把锅子再放下去。我们最怕什么？我们在煮东西的时候会有酱料，哎，对对对，这叫番茄酱。妈妈如果这个下去哦，浇了之后哦，一定烧焦。哦，很难清这个，这样不行啊，这个不能这样弄啊，就会被妈妈骂。洗不掉、刷不掉，你就是整个锅子拿去丢掉了。对，来，我现在我要故意让它烧焦。好，不要吧，不好清。我要故意让它烧焦。做实验，我们做实验哦，来，我现在故意让它热锅的状况下，来让它烧焦。开始烧焦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变亚凯西超回答。有变色了，变色了，变干了。哦，我让为了要让它更快一点。快一点。哦，来，有没有看到会流？它里面会流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像就番茄焦了呢。哦，焦了啦，那旁边的锅。好，我让它焦一点。来，好，遇到这种状况，我们就是要拿菜瓜布嘛。对啊。嗯。哦，钢刷、铁刷嘛，怎么刷都刷不掉。来，现在已经冒烟了哈。小心锅子烫。我们怎么洗？很简单哦，水下去就好。啊？这样子可以吗？水下去就好了，很简单哦。然后我送汤，绕番茄汤，番茄汤，我们把它绕一绕，一点，把刚的蛋再放下去，我们在里面把它绕一绕。它也没有东西说啊，它是纯绕。好，来，我们火把它关掉了。这我们烫到了。哎，不可能啦，那个底部，他跟你说这样就可以洗干净了。底部一定超会搭的，会有个地图在那里。好，我先把水倒下。你看我在舀的时候，里面的都已经。脏的都已经掉下来了，这样就可以洗锅子。还是有，还是有，没关系。来，但是已经我们让它晃一下哈。拉拉，来把它拿掉，倒掉之后来。其实已经很厉害了。对，那个水在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不能这样子。它也没刷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到时候刷都没刷。哎，那个不能刷，我们用这个就是餐巾纸。对对对，烫哦，小心烫。这是餐巾纸哦，看好喽，看好喽。哦，烫，是很烫，哇，全部都起来了，哇，干净了没有？哎，这样就干净了，好干净哦，我完全没有用任何清洁剂来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也想买，拿起来，干净了，
用水而已呢，用水而已。好，来，好。除了这样子之外，哈，来，我们还要来做个，我们要做个什么松饼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开火，来开了哦。这个也可以当煎锅。就这样就好了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来，把它放着，因为我要介绍下一个东西叫做锅铲。哦。妈妈，如果不会下厨的人哦，来，你不会甩锅嘛？而且这个那麼如果蛋在里面，你要怎么把它翻面？我就吃一面就好了。你没有办法甩啊！你是不是都是这样子？一般正常都是这样子。对对。他然后又跑到那边去了。对啊。你没有永远没有办法翻面，像我们不会下厨的，永远都不会翻面。我都是用筷子。这个来看了，它跟人家不一样，前面、侧面、三面都可以用。它都有那个弧。你再也不是炒菜，不是这样子炒了，你可以这样子炒。侧面很厉害。侧面都可以。来，不相信哦，来，我这边有一支用过的。来，我现在这个饼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它已经干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好方便，这么厉害！哎，我怎么样把它翻面？这样就翻面了吗？好方便啊！我要买，连我这种人都会用了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把它关起来。来，听好了，我们今天估的就是一个。哎，我们讲到这边，我们其实都忘记它了，它完全都没有冒出来，有没有看到？还在，还在。防疫锅。一般正常，它这个会满出来、溢出来的，但是它不会铺锅，因为上面这边有一个洞。好，它一直在泄气，把里面热气泄出来，然后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最顶尖就这样而已。好，我们今天估了这个韩国的哈，加盖子。好，来一个锅子一个盖子，加一只这个双面的锅铲。这个锅铲，请估价。一锅一盖一锅一锅铲，不算卡式炉哈。卡式炉没有。就是这个锅加那个锅铲。计时开始哦。韩国货，然后这个。可以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来，请立牌。关键的一题哦，好。哎，好。天哪，都蛮接近的。哦。1299是大根的，1580是盐改的，小鹿跟林环是1500块。嗯。1580是最高的，盐改。哦。就1580啊，就觉得说这韩国货，然后它其实那个外形也设计过，然后这么多功能。嗯，铲子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子，可以就是三面都可以使用。所以我们自己是觉得，刚光锅子应该就1280或1380，那铲子一定是100-200块这种，对，不会太贵，因为它很轻。对，我们也是觉得锅本身应该是比较贵。对，铲子应该还 OK， 但它设计那个确实是蛮好的。哎，这么好用之外，它又便宜的话，人家才会一直去嘛。我本来想猜999，你不用再低了，因为你现在是最低，怎么样你都如果低的话，对。但我觉得1299已经算蛮低了。请公布正确底价。正确的答案是5080。所以三组来讲，最接近是纪言凯，所以他是5万变12万，22万下7万变15万，然后第一组的15万扣5万，哇，最后总冠军是林凡小鹿15万，再加上5万20万，对，没错，对，再次谢谢叫麦哥，谢谢，谢谢俊哥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进行是决战海盗桶。哇！决战海盗桶，哇，凶啊！哎，今天奖金不高，但是还是要认真了啊。对，因为三组都很平均啊。是是，来第一组请上。林凡小鹿，请这边。20万的奖金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为了哎，总共六题了，紧张了。直播跟专辑，来请翻。好，凡姐先好了，用力。命运转盘 ，Go！ 来，来一个顺子，来一个顺子。文学。文学与文题，来请出题。在国外上班时，若有人说你 work like a dog， 请问他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？A. 上班很认真。B. 工作很辛苦。C. 喜欢阿谀奉承上司。计时开始。而且这个应该 easy 吧？对，来说。这个应该是 B 啦。对，工作很辛苦。哎，对。凡姐是哦，因为我有在美国念书哦，对，但我也有可能错，谁知道？那我相信你。不过那个洞，我印象中也是这个答案没错。对啊，因为养狗吧。四、三、二，请插件。
工作是错的。所以呢，小鹿，你想一下 ，what？ 另外一把剑，请插剑。上班很认真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时间来不及，我就赶快先插了。对对对，没有也没有的选择了嘛。哇，对不对？真的、哦，这句话字面上意思跟狗一样的工作，这并不是批评用语，而是形容一个人工作非常认真、辛劳、辛勤，所以工作认真了哈。是。第二题，请小鹿来，小鹿来，命运转盘，来个生活趣闻好了。生活趣闻吗？哎，快点！哎，养生保健，来，请注意。许多女生的身材是梨形身材，肚子大，手脚细。中医建议要让哪一个部位保暖，就可以改善身形呢 ？A. 脚的保暖 ，B. 手心的保暖 ，C. 肩颈的保暖。计时开始。我觉得不应该是脚吧，脚底因为很多穴道啊。对，我一直觉得手心好像不太可以，手心保暖。手心的保暖是一首歌吧？手心的那是手心的太阳。脚的穴道是不是有整个什么五脏六腑都是会连接到脚底，是这样？脚底按摩那种概念。哦。三、二，请插件。脚的保暖。梨形肥胖的人大多是运动少，寒冷时不添加衣物，下半身胖就是被懒惰和寒冷就逼出来的。那如果下半身胖的人，同时伴随着肌肉的松软、水肿，手脚很冰冷，你手脚四肢冰冷，很容易就造成你代谢不好。女生常常都容易手脚冰冷。那接下来是第三题了，请转，加油加油，班姐班姐，轮到你，轮到命运转盘 ，Go。历史地理，请出题。这个又好简单。韩剧中常见的平价美食里，请问哪一道料理的前身其实是韩国的宫廷料理呢 ？A. 韩式辣炒年糕。B. 韩式糖饼。C. 韩式炸酱面。计时开始。宫廷料理。宫廷料理。对，你不是很喜欢给 Korea 很多分数？Korea 这个。就目前我们吃到这些东西，其实哪一个它本身就是宫廷的料理？对啊，就可能宫廷料理衍生到民间啊，对流传出来的。应该不是炸酱面。对，我也觉得不是炸酱面。好，这个好像是比较路边小吃。就像以前糖饼好像比较精致一点。对，就像以前我们有什么金兆饮啊？金兆饮几乎是做宫廷里面的甜点。对，对不对？那这三个哪个是宫廷？因为我也觉得是糖饼，对，我偏糖饼，感觉它是比较精致的食物，对，就甜嘛，糖啊，而且炸酱面，韩式炸酱面黑黑的，感觉好像，或者我吃起来年糕也是比较随处可得的，对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请插件。韩式糖饼。哎呀呀呀！原来是炒年糕，炒年糕，炒年糕，辣炒年糕。哦，炒年糕。专家表示，韩国辣炒年糕是由朝鲜皇帝每逢正月必吃的一道料理，又称正月料理。最初的宫中炒年糕是宫廷用来招待贵宾的菜，因此当时高档菜的代表作。而糖饼是跟炸酱面是1882年韩国爆发兵变，很多清朝商人随着清兵进入韩国。中国饮食也因此被介绍到韩国，因为糖饼跟炸酱面是中国饮食去的，带过，然后再改造的这样子。好，两题都没有了吗？对，结束了，是不是？来，该你们了。严凯，120000的 B 组，来，请用力。好，严凯先。我来。命运转盘 ，Go！ 养生保健。来，养生保健，请出题。真的是很到。家中的长者若是要去接种疫苗的话，可以在去打针之前吃什么保健食品，最能够帮助降低副作用呢？A. 鱼油。B. 鱼群。C. 姜黄。计时开始。基本上姜黄就抗发炎嘛，那 B 群就提神 ，B 群也会有一些消炎的作用。你们
但是我家长者去打之前都没有吃这些东西，所以你有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只知道要吃维他命而已。没有了，专家建议，专家建议不是说我们要去打疫苗，怕，所以你要多吃青菜，不能吃精致的甜点，也不能喝酒，没错，多喝水。那应该就是维生素之类的啊，多吃青菜就维生素，还蛋白质啊，对吧？四，你们先选，我觉得两个选一个。二，必须有，请插件。鱼油，鱼油，鱼油。时间到，快插。鱼油。啊。美国 CDC 的内科医学博士路易斯·马利诺建议，鱼类当中富含有鱼油的 Omega 3，其中鲑鱼啦、鲸鱼啦、沙丁鱼和鲱鱼的抗发炎作用最强。摄取后，鱼油在体内转化成一种脂盐素，防止发炎的化合物，可以帮助身体抗发炎。所以其实都是抗发炎，抗发炎。姜黄也是抗发炎，可能鱼油的更厉害。更厉害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二题了。第二题，陈英，请转。来来来，命运转盘 ，Go！ 养生保健，养生保健，养生保健，养生保健。哇，完蛋完蛋。新闻时事，请出题。近期因疫情严重，小孩都居家上课。根据调查，哪一项商品却意外热卖，引起网友热烈讨论呢 ？A. 衣架 ，B. 爱的小手 ，C. 排尺。要问爸爸你了。所以，但我的小朋友还没有到读书的阶段呢。这个不是打疫苗，打幼苗了吧？这算是打幼苗。计时开始。这三个我小时候都被招待过，都是用来。哎，还说牌子是家里在打，大家在家打麻将的次数变高。老一辈应该是用衣架打比较好。他说小孩都居家上课。对啊，所以这三个都是处罚的逻辑的话，对啊，衣架和爱的小手和牌子，你决定了，你比较打，你小时候比较哪被哪个东西处罚过？我最常被牌子，而且都会被打断。牌子打断？对啊，打麻将的牌子。对吧？那牌子那个很厚哎。我想要让他决定的，可是又觉得牌子。好，你觉得最近没有听到，那衣架呢？刚刚是我决定的，这次换。因为我觉得衣架应该算是最便宜的吧。哦，最便宜。是吗？专程在家里还要买爱的小手，好像没有必要，因为爱的小手是老师在学校要把处罚这件事好像弄得比较可爱一点。对，你可以删掉一个最不可能的，你有两个。我觉得爱的小手不可能。三。这衣架。二，请插件。衣架。好，还有一把剑，请插件。觉得可爱一点。啊，对，反正都不是衣架了。爱的小手。啊，你爱的小手会痛。以前那个藤条打你，什么啊？你没有考100分，少一分打一下。排队进来打，拿一个爱的小手，屁呀！真的。70。啪啪，你打汗，手放好，手放好。瓜哥充满情绪。他很深的阴影。瓜哥有恨意，有恨意。但是他虽然常被打，他现在也是很有成就。当然是。所以小孩子要找到是自己的专长。什么？后来我才不会被他打，我学会作弊，我怎么会打？视力变好。我发现我躲他也没用，我干脆好好的。你可以好好读书，今年当作弊，明年当学弟啊！不要乱讲。喂，现在还有一条。还有，还没结束。没有，我以为完了，没有，还能请转。来，严凯，严凯，命运转盘，养生保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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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最养生了，养生保健。还有自然奥妙，请出题。研究发现，哪种动物适时的补充一些咖啡，可以帮助他们工作更有效率呢 ？A. 蚂蚁 ，B. 蜜蜂。C 蟑螂，谁会那么无聊把它弄烂的用咖啡给它喝？这太无聊了吧！计时开始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他要喂蚂蚁咖啡，这个也太难了吧？你要蟑螂有工作效率是？蟑螂不管怎样都很有工作效率，因为蟑螂超级还会在停车场，我遇过那种翻过来，然后你以为它死掉，然后想说哎呀死都不瞑目，帮它翻回来，一翻回来就跑走了啊。人家说我在晒日光浴，谁靠腰？难得晒日光浴，蟑螂应该不需要。停车场看到蟑螂在搬那个人家抽剩的烟蒂，哎是哦，哎他可能也想抽抽看。哦，然后我觉得蚂蚁很难补充咖啡因，所以蚂蚁一定要有甜的，对不对？咖啡因它不会，它也许不会喝啊。给你一对翅膀，对啊，我 rap 不了，给它 rap 也不是给蚂蚁，对，给蚂蚁一对翅膀。我觉得蚂蚁又开始把那个桌子啃光了嘛。对啊，蜜蜂。蜜蜂吧。蜜蜂吧。
我也觉得是。好，没有没有意义哈。三，这一并嘞。好，决定决定，请插件。蜜蜂，对。等一下，那为什么那次广告要用蚂蚁？这个蜜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喝到这个咖啡的？我来看一看，研究发现，因为气候危机跟杀虫剂使用的影响，使野生授粉媒介这个族群呢生存压力越来越大。所以，因为大自然东西会让蜜蜂消减，但是如果蜜蜂消失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也完蛋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对，部分果农使用咖啡当作授粉的媒介。啊，来为他们做作物授粉，使用咖啡的因混合，咖啡因的混合，专家表示这个实验并没有毒性，对蜜蜂来讲寿命没有影响，它不会去残害它了。对，但它可以，当它很辛勤的工作，可以刺激它，而且这样增加它效率，不是也更多那个蜂蜜吗？当然产量会更多了。来，第二题请转。好，第四题，营养命运转盘 ，Go！ 养生保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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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出题。适时运动可以帮助健康，请问有高血脂的人在什么时段运动较可以有效降血脂呢 ？A. 早上 ，B. 中午 ，C. 晚上。计时开始，不可能晚上，晚上不鼓励啊，晚上交感神经需要休息。你是个运动行家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，可是但如果有高血脂的，晚上应该也不太能运动嘛，好多很多东西都不鼓励晚上运动，不鼓励晚上运动，所以晚上应该可以先去掉。那早上早晨起来都会去运动？早晨一定是最好的啊，因为光照开始，然后你生理新陈代谢开始，所以对于高血脂来讲，应该是早上比较好。可是早上是一个很通俗的答案，但会不会有？会不会有陷阱？陷阱。因为早上什么疾病都在早上运动是最好的。对，请问高血脂，我是降血脂，三 A B 选一个，你选，请插件。中午，真的晚上哎，所以你选对了。他已经准备好喷了，不管你 A B 怎么换，他知道答案是 C。晚上哦，不是这，所以我说这陷阱在，因为所有的运动都不鼓励在晚上。对啊。澳洲基督大学研究指出，除了高强度的训练除外，晚上运动血糖较稳定啊，肌力较强，体温也较高等因素，改善新陈代谢疾病的效果比较好，也可以帮助有深层的睡眠。哎，为什么每天讲的医学都不一样？每一段时间研究也每次都告诉我们晚上不要运动啊，你晚上不好睡啊，现在又晚上好睡了，你看。对。逆转高脂食物的不良代谢，因为你可能吃的晚上代谢比较难。一整天来讲，到晚上都囤了。如果有高血脂的问题，那更糟糕。所以晚上运动可能会比早上更有效。他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也许晚上把那些能量再消耗完。对，因为你是高血脂啊。高血脂。但是还是奉劝大家，有习惯性运动，还是越早运动越好。早上清晨是最好的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今天所有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啦。所以好的专辑林凡好好推荐一下来。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张新专辑，叫做《再见》，里面呢有尝试电音，也有尝试一些轻摇滚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再见，再见。哦，先不要说再见，还有。就是我的第一本写真书，然后它是一本短文写真，相信。这是你看过全台湾最浪漫的一本写真书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希望大家支持啊！支持啊！我们看写真为什么要浪漫？我要看它刺激的、啊，要快对不对？唯美唯美浪漫，浪漫又刺激，不同感觉，浪漫又刺激，浪漫又刺激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接着打开卫视中文台，欢乐亮起来，谢谢，再见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订阅欢乐智多星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影片内容哦。